田曦薇主演的新剧《初次爱你》要来啦，这个造型好可爱啊，是萌萌的可爱的大眼甜妹，哈哈哈，她性格给人感觉真好，那古则可奈的这与生俱来的吧，眼睛又大又圆，古灵精怪的样子萌到不行，笑起来也好治愈，呜呜，真的是一个难得的宝藏女孩子啊。